这是总部发过来的，我军轰炸编队和战机群组最新的调整计划。返回基地的时间推迟了。为了彻底阻断敌军后撤的道路，我们的轰炸时间适当做了延迟。马上通知班上去，关于检修战机的工作，按照这个计划随时做出调整。是，属下明白。 中佐，不过我从机械部那边得到的消息，板上君最近好像心神不宁。是，可能是他太辛苦了，我要亲自去探望他一下，把这个说起来。嗨。 三将军，你在吗？来了。哦，九景军，没想到是我吧？ 最近战事激烈，我们各自疲于奔命。今天正好有空，过来看看你。是啊，最近工作很忙，我都有点身心疲惫了。那我可以进去吧？当然，去。板上君，为了我军后勤补给，费心费力，实在是辛苦了。多谢九景君的夸奖，只是我分内之事。 没什么辛苦可言。我听说，白上君对这场战争的积极性并不高。啊，属下不敢。你想过吗？我们几百年来只能蜗居在资源匮乏的岛屿上艰难为生。如果占领了中国，得到的将不光是土地和资源，你难道就一点都不动心吗？ 丰饶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当然令人垂涎，可是我们的行为毕竟是侵略，这似乎不是很名正言顺。班上君，侵略又怎么样了？自然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，我们没有土地，没有矿藏，就去掠夺，用武力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，这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班上君，你觉得呢？或许吧。不是或许。 是理所当然。只要赢得了这场战争，我们不光拥有巨大的版图，还有丰富的资源。不过，那些中国人将会被我们驱使，去挖掘那些他们自己根本无法掌控的资源，并且为我所用。中国是一头睡狮，一旦醒来将无比强大。我担心。 战争和杀戮最终的结果可能会让我们被战争反噬。你多虑了，孱弱的中国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。只要将那些反抗者杀光，
就根本不会再有那些后顾之忧了。板上君，你还需要多多学习。我军正在大举进攻武汉，这场战争对我们的计划至关重要，甚至于决定了未来的走向。我军现在已经派出了500架战机，全力压制武汉方面的反抗，所以。 今天我来找板上君的目的是，希望你全力以赴，确保战机的运转正常和对武汉一战的空中压制能力。请，九景军，放心，我这里一切就绪，为我军的飞行编队顺利作战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很好，希望你向上帝祈祷，让我们的军队永远强大。 对不起，江将军，我不希望你碰我的圣经。为什么？你我的信仰不同。我虽然参与到这场战争中，可是对你所说的一切，还是心怀保留，觉得自己充满罪恶。就请给我保留一点点向上帝赎罪的空间。 好，我尊重你的信仰，但是，我希望不要因为你的信仰影响了战局。辛苦了。等一下，板上君还有什么事吗？明天就是礼拜天了，我想趁我们的战机在外面作战的时候。 今天我们就到这儿吧。明天正好是礼拜天，我们一早分批去教堂。好，那咱们今天早点休息。嗯。房间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3:30。小宋，我说3:30，那是暗号，你还真给我准备3:30？没办法，房间确实紧张，再加上陆东是鬼子的后方基地，防范非常严，一不小心就会引起怀疑，为了安全起见。 还是别变了。你看呢？我没问题，就按之前的定吧。嗯。